老师，今天来合计跟你唠唠你女儿的事儿。这个先生，啥意思？这啥意思？啊，那个不是之前他有一回喝多了，我给他。然后我给他送回来了，然后不是第二天早上我还搁这儿，不是让你看着了吗？嗯。然后合计跟你，他过后跟我说了，确实我误会你了。嗯、是没事儿，就是这玩意儿，就是老说我站在你角度，我也能理解，你谁看着自己姑娘那样，对吧？对呀，你说一个女孩喝成那样，我能不急眼吗？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钱老师是。为啥他跟他前男友喝酒呢？那是前男友，他没跟我说是前男友什么事儿啊。哦，这前男友欠他点钱，他那天去是咋回事呢？不是妈，你去帮我拿瓶水行不？这又渴了啊！你呀、啊，一天就能支撑。行，给你求水去。要凉的、啊、不是老师我去吧，我去。哎呀，你坐着吧，你坐着，我去酒店，我去酒店。啊！要干啥呀？你让我换现金，就为了跟我妈说这事儿啊？跟她说干啥呀？你听我的就行了，听我就行了。我听你的。啊，老师。啊，谢老师。没事，你坐着，给你包。这一天。你多大年纪的孩子，就跟你入口不省心了是吧？不是老师，你我就跟你说完吧，就是那个，其实吧，那天这男的要还他钱，嗯、然后江婷合计，那我就去呗，嗯，然后去了之后，这男的说那个钱马上就送来，合计先吃口饭，然后江婷就合计那就等一会儿吧。然后有个那个酒你也知道，就像那个饮料果酒似的，没有酒味儿啊。对，这江婷就喝了那个，他以为是饮料呢。啊，我能沉点心不行？然后哎，老师你不用责怪他，小姑娘挺聪明的，婷婷看自己哎有点上头了，立马出来就给我打电话了，然后我就接他给他接回家来了嘛。还行，没啥后腔，还知道要给我打个电话呢。你说那你要是大晚上你喝多了，你可你说你多咋整？你想你能让我省点心吗？哎呦天，这痛跟你老师不讲吗？然后是怎么的，江婷跟我说完这事儿之后，完我又合计就是找他前男友，我去给他要这钱，要不我怕他之前一直要回来，他总拿他前男友总拿这钱说事儿，谁能受得了？你下回能长点心啊！啊，能。多大了？我一说就能。哎，这事儿都过去了，你看你。然后老师，我其实今天来，我还有个事儿。啥事啊？就是你也知道，老师就是说挺有点大的，你小姑娘，你说现在你要管的话，你也管不住。不是老师，我不是，我没那意思，没有那意思。我说感情上的是可能说没那么好管了。然后你说，与其你去让他在外面，你去找那种人渣，你倒不如你说对吧？就是你说，咱俩做二十来年知根知底了，知根知底啊，就是你上学那事儿我都知道呗，是那意思不？不是老师。嗯，这话咱上学那阵儿顶多算我调皮，但是我人品没问题吧？就是人可能就是淘点儿，不爱学习，但是老淘的还是聪明。这婷婷跟我在一起，你不也能放心点吗？你大富有年了，哎，呀，你俩是不掺和？老了，咋了，老师？